你叫什么名字？阿伟卢。这样小声听不到啦。阿伟卢。你是我的谁？舅舅。你是我的侄儿，我是你的舅舅。说 hello。hello。hello 谁？你今天 hello, 今天来这里做什么？来跟婆婆。啊，今天来跟婆婆拜年。哎，好重啊，不要拍了 ，OK？ 很重哎，不拍了 ，OK？ 有啊。啊，你在舅舅家电视。我要看有啊。